星期二一大早，我们就要出发喽。依照现在 GPS 是红字，2小时26分才会到。你讲一下，你脸要靠近墙。哦，今天天气可能会很热哦。桥的结构，两个桥墩来做支撑。大货车一律过磅。目前在隧道内，两台都是超高的货车要交汇了，这该怎么办呢？只能慢慢来，没有声音就好。这个隧道看起来是够宽的，但是上面有一点收拢，所以有一点窄。这个隧道你看上方好多地方都被刮得好严重，所以大车要很小心。清水隧道我们现在来看清水大断崖，目前我们现在在哪里呢？在这个位置，我们来看清水断崖。现在我们要去买花莲的名产当午餐，有名的玉香扁食哦。那那个两碗，要加料吗？要加胡椒吗？要，对。现在走的这一条是前往玉里，哇，60/13，罗山，哇，这条路很漂亮哦，两边的树都长得不小，漂亮的玉富自行车道，太阳从云里面穿出来，整个绿油油的花东纵谷平原。外侧是海岸山脉，海岸山脉的上面有
反而有乌云。花东纵谷倒是阳光还蛮不错的。哇，今天已经开了333公里，快要到资本喽。我们今天住的是哪一个？叫什么？东游记。东游记。现在已经到资本，天也黑了，时间是将近5:30了。好，马上就会到饭店喽。这个吗？对，在300公尺处，目的地即在您的右手边。目的地在右手边。这个好像是那个农会的，农会办的，感觉是一个非常特别有意思的一个饭店，温泉吧，哦。Hello. 哇，它整理起来了。咋不能整理啊？今天我们来看南回艺术季，看了第一个作品，做好没几天就被海水冲走了，什么都看不到。
达目的地。那一只是什么鸟？地上。你要开吗？这个作品的名称叫做《方圆之间》。在您的左手边。太平洋的呼唤，相约难回。现在到的是大武海滨休息区，这里有两件作品，一件叫做起点，这是另外一件作品。
南向南，南岛的北临界点。其实它这个整个开口向啊，其实是向着南方的位置。天那个飞机起降以后，跑道又要恢复成那个原状了。回来，总共的行程走了800多公里，而且整桶油都用完了，等一下要记得来加油哦。